是鸟王的羽毛吗？看样子鸟儿们就要回来了。是火鱼王，他把我心爱的鸟儿们都赶走了。Thank you.
别害怕，小勇士，让我来抓住他。Thank you.
成功了，菲菲、涛涛，哦，你们终于找到了解除火鱼王咒语的密码，就是这首歌，就是这段美妙的旋律。欢迎金鸟儿们的回归，庆祝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吧。